车厢内乘客紧急制动手柄等安全设施，不要以后盖车面上。使用洗手间时，请勿将杂物丢进便池内。 为了确保列车运行安全，公安部门郑重提醒您：严禁在动车组内吸烟，因为动车组内吸烟会触发烟雾报警，导致紧急停车。如果由于吸烟造成严重后果时，将依法追究责任。感谢您的配合。 列上车后，请按照车票上嘅座位号对号入座，系列车正常运行中，请勿碰触车厢内乘客紧急制动手柄等安全设施。以后喺车门上使用洗手间时，请勿将杂物丢入便池内。为咗确保列车运行安全，公安部门郑重提醒你，严禁喺动车组内吸烟，因为动车组内吸烟会触发烟雾报警，导致紧急停车。如果由于吸烟造成严重后果时，将依法追究责任。多谢你嘅配合。